啱啱生咗细仔冇几耐嘅孙慧雪，今日喺社交网上晒历年嘅工作照，留言宣布已经离开效力18年嘅 TVB。当年佢投考 TVB 第20期嘅艺员训练班，主力喺综艺节目做奖品小姐、美女厨房助手饭等，最后亦都如愿喺剧组发展。一开始要演死尸嘅时候，佢更加笑住讲：好嘢，我俾人见到我挨到。做死尸做到化妆间嘅同事叫我师雪。近年孙慧雪成功转型做 KOL， 佢接受香港另一访问嘅时候表示，自己一直都冇经理人，希望宣布离巢之后会有多啲客户揾佢啦。